觉今天现场来了很多的男生，男生多过女生，对不对？欸、是有原因的。Why？ 为了这个主题。因为今天他们的 Goddess 来了，请看。宅神，宅神，宅神，意思是说，就是这很宅的男生的心目中的女神，欢迎女神出场。我觉得他们真的快要失控了。来来，欢迎。这两个好红哦。对啊，自我介绍来。主持人好，然后大家好，我是糖果。18岁的糖果。而且糖果有1/8什么血统？荷兰血统。哎呦，荷兰荷兰荷兰，不是湖北哈。嵩山少女。荷兰就是嵩山少女。对啊，叫他表演一段荷兰。表演一段荷兰梆子给我们。好，对对，是荷兰，荷兰。哦，混血血统，那该我看这名就知道了。日本人啊？怎么念？小麒麟荣。小麒麟荣，来自我介绍。麟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麒麟荣，今年17岁。哦，才17岁啊！是混血。混哪里？混日本。爸爸是日本人，然后妈妈是台湾的。对，很少说混日本，很少这样说，或者说啊，我是中日混血，很少说对混日本，对，不一样。我还混三重，所以他们两个都算是米克斯啦。对啊，小金你混哪里？南港。彰化，彰化，彰化，哪边哪边？你是什么跟什么混？都是彰化人，应该都彰化吧？彰化纯种人，彰化混彰化，哇，你好纯哦，你好纯哦，下杠的对了，下杠的，中部跟南部都没有，没有，就纯彰化人。彰化什么地方？二林吗？还是？八卦山附近哦，二零混八卦山哪里？算是有混到边缘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就是七零混到八下，对不对？七零混到八下，没有，就隔壁而已，没有混到啊。另外一个怎么样？好像两位混血，哎，两位你知道吗？两位都是那种在部落格那种人气都超高的，都几百万。来来，讲一下你的人气有多高。在微博的那个人气有6万多位粉丝。那在无名的相簿呢，累计人气多少人？700多万吧。700多万，微博6万多，可以算是比潘若迪还多了。也比那个比我多啊，也比小马多多啊。那我很实在怕。天哪，700多万在无名相簿了，厉害哟。这是第一个比较。都是男生，都是宅男。这样非常爱你，爱死他了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她是我看我真的我曾经访问过她，她是我看过最夸张的女生。对，她出来就是一个洋娃娃嘛，嗯，就洋娃娃，你就不要让她跳舞哦，吓死你！真的，她跳舞吓死你，这个是很，对啊，而且出来不单是丽晶姐有顶过你跳舞，还有哪些大明星点名要你跳舞？王力宏，刘德华，蔡依林，哇，那是大牌，都是大牌，那你也不错啊，你有红龙红，刘福柱都有给你，高向鹏啊，罗时丰啊，高向鹏啊，老师啊，还有康丁大哥，翁立友啦，最近翁立友。啊，红队还没自我介绍，真不得了，真不得了！讲一下自己的丰功伟业，快点！快点，他700多，快点！你多少人？人气多少？在部落格？我比较少哎，我只有差不多300万。300万还说帅了？先讲一下，他才成立2年，对啊，2年300万哎，很快。而且他的外号被叫做“萌萌高校美少女”。现在最流行萌系的，对对，萌系的表情要找谁来做的吗？小甜甜就会做萌表情，1、2、3，萌的表情，萌兽，哇，萌懂，这是什么？马来萌是不是？马来萌，萌系没上，萌就是有一种动物嘛，对不对？躲在洞里面，有没有那个萌？就是这样，就会出来，有没有？然后就是一排5、6只都这样，叫欢，有没有？非洲的啊，那非洲的大萌是萌哦，好，拍死拍死。你们不要再欺负小甜甜了 ，OK， 笑啊，就是按那种，对，全部都会这样，一排动作都一样嘛，欢呐，哦，欢哦，就搞，你也叫欢呐，
哎，这两个一定要做一下萌的表情。对了，要来一个流行的，最可爱的，一人做三个，好。来 ，Candy 先 ，Candy 先，来，糖果来，糖果来，来，准备哦。好，可爱表情，三连拍，一，哇，二，哇，三，太可爱。俩拱啊，哥俩拱啊，俩拱啊！好，来接一下是玲珑，好，可爱三连拍哦！来，请准备，一，哇，漫画美少女二，漂亮哈，青春无敌，三，哇，郭彦甫爱上了啦，郭彦甫爱上了，像漫画里面走出来的人，对不对？太清纯，完全是郭彦甫的菜啊！好，我们要进行两回合的比赛，来，请准备。宅神 PK 规则，两位辣妹将进行两回合的比赛，以谁的魅力及受欢迎的程度作为评分标准，经由评审们投票选出，得到最高票者就是宅男们心目中的女神啦，优胜者可得奖金10,000元。Candy 带来的舞蹈秀。时候像一个温驯的可爱的小猫，但他一跳舞好像一只凶猛的老虎。我刚讲对了吗？对，我刚讲就讲对了，不要让他跳舞，跳起来吓死你，真的，他们吓到。而且他猛哦哦，那个落差一直超准，对不对？你可不可以做那个动作？那个这种动作好不好？试看。老先生喜欢看这个哈。对啊，应该是。我喜欢。温人是喜欢看。我是为宅男。是是是是是。狐狸好，五姑娘来吧。对。他又回到无辜了耶，对啊，他有模式，你知道吗？设定的模式这样，就是他跳舞是另外一个人，讲话回来讲话又另外一个人，就是另外一个模式，对，就回来是静音模式，会切换，会切换，对，无辜模式。哎，心如，快来点，快！他身体好像装两个人，你要学他，学他，我跟你讲，这样才会好。我看心如，输了我们输定，输了我们输定。老板，老板的包，要无辜，好，我从无辜的走出去，好不好？好，心如啊，快点，你可以跳个舞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好，往前走，好，来，下一面哦。
哎呀，辛苦。回到经营模式，哇，你的身体从头到尾都一个人呢，谢谢，从头一个人吗？为什么心如还有改变好不好？为什么心如跳舞感觉蛮三八？不是，心如感觉像阿花在跳舞。我跟你讲，另外一个人会变另外模式的，很厉害，小甜甜。小甜甜，真的吗？哇，我跟你讲，哇，最厉害，很少，最猛的，最猛的，什么舞蹈都跳很难。农村曲，请准备。来，农村曲，很猛。农村曲，来，先访问，先讲话。访问，先讲话。请，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都可以。那可以跟男朋友稍微撒娇一下吗？I不住。我可不可以用关机模式把你关掉？不要，你喜欢男生怎么叫你？叫我阿比布，阿比布，那你可以跳哦那个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来音乐，来农村曲，来喽！哎呦 ，Oh yeah， 谢谢。你是非洲鸡啊？你真是摔跤选手吧？好啊。可爱，刚才跳舞会不会很累？不会，很舒服。你要讲，你的表情跟糖果好像哦。这你们要靠近来那个玲珑来这边。Hello， 你好。看前面，看前面哈。来 ，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你是糖果，是甜甜，你是芒果，他是糖果，你是芒果啦。今天要多少粒？大碗的，还是金黄的哦。今天就多少粒？我刚才习惯就多少金黄。你长得好奇怪哦。谢谢。算了，不要被打。算了，你很棒哦。谢谢你，金姐。快回来啊！很不舒服哎，等等，那个丽晶要让小甜甜加入比赛吗？不要，把他的档切回去。哎，问一下宅男，要他加入比赛吗？不要。我跟你讲，你这样跳完之后，应该大家都取消关注你了，全部取消。那我回去坐。好，就坐。好，坐。拜拜。哎，不过今天那个糖果来表演，还带来一个他的作品。叫做什么？介绍一下。对，就是我们南墙呢，在3月29号到31号的时候会有那个毕业成果展。哦。对，然后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来参加。哦。你还在念书啊？哦，这是你们的作品展哦。拜拜喜剧社，大家有空去看哦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还有两个回合哦，你知道吗？第一个回合是跳舞，对不对？你要准备好了哈。第二回合还有哦，好不好？准备好了吗？你要表演什么？Hoot。Hoot， 加油，好不好？欢迎玲珑，加油 ，Hoot。哇，还有对嘴啊！好可爱哦！
师，谢谢。而且他很会抓镜头，那个甜美的感觉，好厉害哦，真的是厉害。其实这两个都是狠角色哎。对对，今天怎么感觉？我觉得就是他的舞蹈虽然没有他就是那么的狂野，但是他的表情就是整个很取胜，因为他一直在放电，然后装无辜。他没有停过哎，他是比较一致啊，对不对？他的人跟舞蹈是比较一致的。对，他就是一个人，他里面有两个人。他是两个人。对对，所以说，郭彦甫要讲评吗？不需要哈。两位讲话，不是我们今天不需要两位男生的那个评审啊，真的。从现场有50位的宅男来投票，问他们最准，问他们最准。真的，我跟你讲，待会你看让他们投票。好。那因为有这么多宅男，宅男在什么场合最支持他们？你知道吗？哦，在展场。对，特别是资讯展的时候。对，大家抢奖品的、看美女的一堆啊，要不要礼物？然后就疯掉了，对，第二个阶段我们要加入销售功力哦，因为他们常接展场活动啊，有吗？很多接的展场？有接过，有接。有啊，糖果呢？结果，我跟你讲，他只要跳完舞之后，完全模式就是也忘神了，又变萌了，又变萌系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这样子，对啊，很厉害哦。好，那一样从糖果开始，好，我们糖果先来销售一个很可爱的东西。那我们看销售什么东西，给你看一下，来，一个很漂亮的滑鼠啊，鼠布灵布灵的啦，对，50位的宅男销售这个镶钻的滑鼠啊，哇，哦，那是滑鼠哦。我以为是王彩华的手机耶，不是啊，我老婆叫华楚。来，欢迎糖果，来欢迎糖果的表演，这个 PK。好，看销售功力。那宅男只要觉得想买就举手哦，知道吗？好，糖果来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糖果。糖果今天要介绍的呢是2011年最新的 Love Love 滑鼠哦。Love Love。对，而且呢，我相信你们大家一定常常都在使用这个东西，所以呢，当你握着它的时候呢，就像跟我握着手一样。然后呢，我可以陪你们一起玩电动哦。要买就举手哦。哎，要！哇，好会讲哦。要买。要买就举手。要。有没有？所以呢，希望等下大家可以把票投给我好吗？谢谢。好，疯了。想买的举手，想买的举手。有没有谁要买？要买举手。要举手，要买。可以哦，好。都要。好，很大的轰动。来换我们的吉祥仪容。仪容，来，换红队来了。你可以再靠近他们哦，接触那个人群没有错的，好不好？好，宅男女神 PK， 第二 part。春季的电脑展，那今天呢，小琪要为大家介绍最新产品的滑鼠哦，请大家看看这个滑鼠，上面有可以施滑肉丝鳍的水钻，非常的可爱，而且又兼具时尚哦。而且有了这个滑鼠，你们就可以让我跟你们一起打电动哦。你们想要跟我一起打电动吗？靠近一点，李总靠近一点，靠近他们，跟握握手啊。宅男女神的魅力就是他们不管讲什么宅男都疯，对啊，他们没有在听吧，对，有笑容他们就融，对啊，像经常卖女性的那个贴钻的胸罩，他们讲我要买，我讲什么都买，失去理性的宅男脸都红了，一血压不是啊，你有这么嗨吗？哎，不是啊，怎么样？跟他握完手还跟后面同学 play， 哇，真的肮脏，分享摸一下讨厌，分享吧，哎呦还分享哎。好，那个那让郭彦甫啦，帅哥先讲评一下。啊，我觉得跳舞的部分，我觉得那个玲珑他的那个比较整体啦，比较是他的个性的样子。那另外那个，我觉得这个糖果他的那个感觉真的就是两个人的感觉。那就是叫卖的部分，糖果比较略胜一筹的感觉。哦，对啊，拉布拉布是不是？他有在叫卖吗？就是在卖那个 bling bling 那个。他刚才讲说拉布拉布，拉布拉布，拉布拉，好会讲这样子。拉布拉布。那个 No 哥呢？哦，那个中日混血儿，他一开始就用比较日系的方式，对，可是他是比较在那个销售的上面，然后糖果的那个话语是比较有互动性的话语，嗯，所以这个其实宅男对了，就是看到他们人出现，就是举手我要买就对了，对，但我觉得两个可爱度都有，对，非常棒。我们决定让三位评审投出谁是宅男女神，新一代的宅男女神获胜的是3、2。一，请投票。耶！糖果赢了，哇，落差是
最大。哎，我大获全胜哎，请你说，哎，你那大获全胜是他、啊。哦，我说白对。那 your business， 你连摇都没有摇哦。而且是我可以加进去。而且说实在，我觉得他真的他的那种反差判若两人太猛了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来恭喜糖果10000块，宅男女神，谢谢大家，实至名归。